我爹也不喜欢我，就把我送到别人家去寄养。后来我被迫加入魔宗，每天都过着刀尖上舔血的日子。所谓的自由，只不过是掩饰内心的孤独罢了。我又何尝不是？自从我失忆之后，我的人生就像一张白纸，无论我喜欢不喜欢，愿意不愿意，那些人都是强行出现在我的身边。哎，我知道了，为什么会对你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？现在想来，我们之间的默契大概就是建立在孤独这两个字上吧。为什么我对你有印象？我之前就认识你吗？你到底是谁？我说了，我叫玉无心。丁颖，你见过夏雪吗？我不记得了。我自幼生长在西南蜀地，应该没有见过吧。
噬魂石之气在体内动荡不安，外加他心神不宁，难以压制，这就算成功了大半。你只需抓住机会，用银针刺他的风池、大椎、桃道三个穴位，到时真气冲体而出，噬魂石便垂手可得了。你就别想动丁大哥一根汗毛。